这球二传三，你就中低杆啊，知道吧？然后这球我看看啊，哎呀，这个五和六还不好整呢。五和六的话，一会儿这球高杆右塞走两库，看角度吧。走个两库，我看看角度这一块打哪个得劲啊？哎，这球打七号的话往这儿走，叫六和五行不？哎，这球六传五，我看看。哎，这球六传五也行，其实来个六传五吧，这球。这球我看一下啊，传球就是拿这个球传它的这个边之后，用白球瞄这个点啊，老铁们看见没？确定好这个点之后找白球，找白球，白球往那儿打，这球保证来了，看见没？想不进都难，兄弟们，就这球啊，想不进都难啊，这球运气是非常好。哎呦我这六号太完美了，拉杆一点点，叫个七，这球老铁们没啥思路了，对不对？七号中杆，叫个一。啊，一号高杆叫个四，这球没啥思路了，怎么打怎么有了。四号一个小拉杆低杆啊，这台球的这就黑八翻一个也行，对不对？黑八翻中啊，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，点个关注吧。